学霸，给我看一眼。好同桌，你就帮帮忙嘛。老师，就是抄答案。九九不会就是不会，抄别人的干什么？下课把这道题抄十遍。跟高冷学霸做同桌，去懂什么题？哎，看我刚买的圣诞周边，不错吧？太牛了吧！跟我玩一会儿。上自习课安静点，这个没收，放学给你。哎，不是，算了算了。哼，那我们再看下一段，这一段讲的呢，老师就上课睡觉影响我学习。九九又是你，这节课给我站起来听。学霸了不起啊，早晚要你好看。周末的羽毛球比赛不报名的计算，那就小雨吧。啊，果然是个实在的，球都不会打，啥都不会。是还能站起来吗？别误会啊，我可不是来道歉的，我就是觉得你摔在那里挺难看的。我也没多想，好吧。再说了，这事也不能全怪我，谁让你之前一直找我查的，你有一半责任。谁找你查了？我只是想让你不那么颓废，好吧。那咱俩扯平了。啊，我帮你。你那万代多了，不吃的话就浪费了。放学要不要一起回家？走，大家把作业拿出来，我开始检查。去哪儿了？咋找不到啊？你的呢？老师，我昨天写了，忘带了。你个差生，没写找什么理由？出去站着去。我昨老师就写了，昨天跟我一起写的。行吧，明天拿过来再说吧。好学生怎么也学会撒谎了？我记得昨天是我自己写的作业。因为我相信你啊。